这次事情再次升级，果然在这儿。终极大人，元素核就在他身上，要不我去把他抓住？再等一等，或许还有意外的惊喜。 原来金元素皇殿在废墟之中，怪不得我们一直找不到。你们一直跟踪我，是我大意了。我要感谢你替我们找到了两颗元素核，金之殿战士，让出元素核，不然把你也吃进我的肚子里哦！超星龙旗，武斗变身，千钧凝聚，金变铠。 金之剑战士，金色黄昏，去哪里呀？我的美食，最讨厌有人打扰我吃饭了！你气死我了！ 只能彻底把你击倒，才能顺利拿到元素核了。快躲开！万刃天诛！攻击太强。 再这样下去，机甲承受不住了。你带上我一起玩呗！住手！快住手！<笑>不堪一击，必须要拿到。
为了拿到元素盒，竟受如此重伤，值得。只要能打败你们这群魔物，一切都值得。都这种时候了，还要垂死挣扎？你们人类真是一种奇妙的生物。与其被抢走，还不如把元素核的能量全部融入我体内。不好，饕餮，快吞下他，带他见虚无大人。好痛！这股气息好熟悉，我感应到了，身上充满强大的力量。怎么会？什么？通缉大人，原来这就是元素核的力量，我终于变强大，可以消灭魔将，消灭那个虚无了。原来你的目的是要消灭我啊！感谢你让我暂时拥有了身体。虚无这是哪里啊？这些都是记忆。没错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能待在这个意识空间了。你的身体将由我来掌控。虚无。话说，穷奇饕餮，主人，虚无大人，你已经得到了新躯体。区区人类躯体，如何能承受人的能量？这身镜子能通向金之殿战士的记忆世界，你们进去将他的意志彻底击毁，这样才能让元素核脱离他的身体。遵命。来得正好，等待他们的将是无尽的黑暗与毁灭。不要，我不要再回想起这些痛苦的回忆了。金刚祭奠王，你的身体已经被虚无占据了。我一直尝试将元素核的能量归为己用，这样就可以对抗那些魔将和虚无。原来我还是像最初那样，什么都做不了。不，你只是还未知道你真正的力量。就像那几个电战士一样。齐恒，回到你的意识空间去，你必须夺回自己的身体，这样你才会拥有不一样的未来。大家别慌张，快躲到安全区去。妈妈，
少的人类。我大狂叫。小心。没事的，你和妈妈都会安全的。这就来救你，坚持住！你动啊，动一动啊！这里还躲着一个呀！可恶！要是我能再强大一点，就能保护这座城市了。纵使身形渺小，却值得敬佩。我将成全你，以元素之心为誓，以钢铁之躯为证。从此刻起，你就是金元素能量的继承者。好好利用这股力量，去守护这世间万物吧。拥有了这股力量，我就能保护大家，保护这座城市了吗？从现在起，你就是金之殿战士。不仅要保护世界，更要肩负起守护元素核的重任。超星龙旗武斗变身，千军凝聚，金殿铠。金之殿战士。原来藏在这里，我的元素核！住手！这股力量是为了守护这座城市而存在的。不，谁也不能夺取这股力量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没有任何人能阻止天地间最强大的虚无复苏。欢迎加入。欢迎。是未来，未来早已注定。得到所有元素和能量的我即将复苏，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人类。难道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虚无复活吗？不，金色黄昏。既然集合所有电战士的力量都打败不了你，那就将所有的能量汇聚在我身上。如果由我来获取所有元素核的能量，这样未来是否就会改变？啊！原来来到了这个记忆空间啊！六年前金世灭亡的时刻，我记得也是在这里，金之殿战士获得了金元素力量。龙骑大人，看来这是最让金之殿战士深刻与痛苦的一段记忆呢。找
到它，我们要在这个记忆世界彻底击溃它，将元素核剥离出来。找到了！看我发现了什么？魔将！一只迷路的小虫子！可恶的魔将！一个人多无聊，让我来陪你玩玩。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呢？哎呀，又让他逃了！不用担心，他还会再回到这里的。一切都逃不出虚无大人的手掌心。刚刚那是六年前的记忆，我记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我通过虚无看到了未来，才决定把元素核用到自己的身上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，只要得到元素核就能变得更强。可是现在，不但没有变强，身体还被虚无控制，魔将依旧毁掉一个又一个的地方，真是讽刺。这就是虚无的目的，这些记忆碎片是为了击溃你的意志，将你完全吞噬。这六年来你不惜承受着背叛者的骂名，就这样认输了吗？我已经做到了全部能够做到的了，未来仍然没有丝毫改变。怎么会出现在那个记忆世界？明明，即使他们并未完全信任你，也从没放弃过寻找你。一群笨蛋！你要相信，你所做的已经改变了未来的轨迹，不放弃就是最强的力量。最强的力量。回来了。